哪儿来的一股怪味道啊？哇，太臭了！围裙里两个几岁的臭鸡蛋。这不是我的哨子，怎么也找不到赛博的哨子。一天早上，咪咪忙着做他出名的松饼，糖、面粉，还有鸡蛋，松饼必备的三样。这俩蛋好像有点臭，过期了吧？咪咪，你怎么忘了围裙里还装了两个过期的蛋呢？都被挤碎了。嗯，哪儿来的一股怪味道啊？什么那么臭啊？嗯，这得找朋友来帮帮忙。屋里有臭味，我们才不进去呢。没臭味啊。哇，太臭了。赛普指挥，把所有的东西都给搬出去，臭味就会消除。臭味儿没了。天哪，可是当咪咪进来之后，这臭味儿又回来了。你怎么外面也臭烘烘的呀？这臭味儿还是断断续续的。这臭味的来源到底在哪儿呢？喷泉、垃圾车，还是包包的修车房？哈哈，是包包的袜子吧？这下可把包包给委屈坏了。不是啊，
那一定是包包的工作间里面发出的臭味儿。现在包包也好像闻到了。来，把所有的东西也搬出去，臭味就会消除。怎么，咪咪来到花园外，怎么还是有股臭味扑鼻而来呢？哎呀，太臭了。秀秀出了个好主意，把花儿放满 hope 了，臭味儿自然变香味儿。很快，整个小镇已经变成了花的海洋。可是咪咪还是能闻到那股臭味儿。唯一能做的就是你们几个得好好的洗一洗。解围裙，洗澡澡。清香自然，臭味不见了。继续做我的松饼。不好了，臭味又来了。这臭味好像是从咪咪那儿来的。他才是真正有臭味的那个。围裙里两个几岁的臭鸡蛋。
臭味警报解除，小镇现在只有花和松饼的香味儿了，真香啊！祝福祝福啦！一天早上，浆果起得很早，因为他有个大计划，那就是尽快完成他所有的工作，然后去做他最喜欢的事情，美美的睡个大觉。要是赛普这样没完没了地吹下去，我的大计划就失败了。哎呦，赛普，你烦死了！哎呦。这样下去可不行，我得想办法给他换一个安静的哨子。哎，这声音还行，这才是我需要的哨子。这次赛普吹响的是该吃零食的哨声，机会到了，可以去换他的哨子。江哥，这个尖声怪叫的哨子藏起来才行。
第二天，浆果又起了个大早，他要继续昨天的计划，干完活就美美的睡个大觉。我为什么不现在就去睡觉呢？对，现在就睡。赛普又开始他送包裹的工作。嗯，这不是我的哨子，我的哨子到哪儿去了？小伙伴们今天都没能按时收到自己的包裹，他们很奇怪，赛普怎么还没来呢？这时的赛普正在家里找他那丢了的哨子。我的哨子丢了，没有它我就不能送包裹。宝宝建议我们大家帮赛普一起去找。浆果看到这一切觉得很奇怪，大家这都是在干嘛呢？哦，原来他们是在帮赛普找哨子呢。大家都没能帮赛普找到哨子。哎，咪咪说我们大家去帮赛普找一个能替代哨子的好东西。哎，这个不错。哎，这个也挺好玩的，还有这个我都要了，有了这些我马上就能给你们送包裹了。浆果决定包裹到来之前先去睡上一觉。这时候浆果只好告诉赛普是他把赛普的哨子换走了，因为赛普影响了他美美睡个大觉的计划。浆果
赛夫明白了，不过没关系，你只要把哨子还给我就没事了。可是浆果怎么也找不到赛普的哨子。哎，哨子原来在这儿。赛普拿回了他那响亮的哨子。浆果现在觉得赛普的哨子也不算太吵了，因为他不会再因为赛普送快递而睡不着了。他戴上了耳罩。